干净啊！等一下，来，先不要动。干一下，叼住了。很重啊！等，干你娘嘞！很重，先把龙头抬起来，三二一，往左抬，三二一，等，你先站着，很重哈、哦，比看起来的重，对不对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，骑起来很轻快，但其实牵起来都很重。但我觉得我以后就真的说，要是海边或野外的话，我就不要再穿这双，还是穿军靴会比较好。干你娘！我记得那个，没有，刚撤住好像没用。我觉得那种沙漠靴或军靴，就是在这种地方走，这会比那个好很多、欸。你现在是穿什么？就是穿那种帆布鞋啊，干！我穿帆布鞋、啊。对啊，就是那种市区逛街用的帆布鞋啊。谁知道会有一个雕虾的海滩呢、啊？谁知道会有一个雕虾的海滩？没有啊，不管是什么海滩啊，只要是说海滩那种遗址的，应该走穿那种遗址的会好走多啊。干，军靴真的，它的那个环境适应力真的超强的，我觉得。突然变得好累哦，操！